我觉得 LPL 这个赛区的优点在每个人的个人操作就非常好，所以我觉得这次比赛应该蛮好看的。중국팀들은역시작년로이드컵에서도되게좋은모습을보였기때문에이번에도국제대회에서는경기에많이와마지막이어떻게되는거죠이게저기서맥스가건드리면되고맥스가세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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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希望的两位打野都就是表现得比较优秀，如果面对他们的话，我会在野区里打得更加谨慎一点。这波龙看看啊，往特之内还有机会，700多风之锤的蓝河这波先行拿到一个大龙女的位置还是不错，剑魔已经先行倒在地上，方 plus 又是一波追击之势。我觉得和 Faker 对线的话，就可能他这 ID 就压制力比较强了，就我和他打的话，就把 ID 遮住就行了，就打好自己的应该也能把自己发挥出来。这边在等你闪，然后再给技能，一判到了，判到了，对的 ，A 一下，我的天哪，哇 ，Night。제가나이트선수랑작년에이제리프트라이벌즈에서한번만난적이있는데그때제가이겼어가지고좀더상대하는데자신감이있는것같아요야이거퓨시리죽었고요퓨시죽었고야이거쏘리이거퓨시리까지这次比赛对 TI 整团来说是一个很好的锻炼机会，希望我们能打到后面吧。결승가보고싶다결승이라는무대를 MSC 든리그든어느대회든좀가보고싶다는생각이있어서결승을좀가보고싶습니다我们正在调整我们的状态，希望这次 MSC 比赛有好的成绩。국제대회우승경력이없어서한번제커리어에국제대회우승을한번놓고싶네요네